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治愈系心理解答节目，非常幽默，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。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逗你笑。我是雨燕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、现在路边的水果店呢是越来越多了，而且格调越来越高了。昨天呢，我去楼下新开的水果店买西瓜，哇，那个店面装潢精致啊，水果摆放整齐。最让我感兴趣的是，每个水果的价格标签底下还有一行小字，苹果底下写的是酸酸甜甜，初恋的味道。哈密瓜底下写的是香甜如蜜，热恋的味道。牛油果底下写的是油腻，老夫老妻的味道。这店长看来是悟到了爱情真理的人呢。小宝宝，你吃的这个柠檬是什么味道呢？奇葩大作战，柠檬什么的小菜一碟，越吃越觉得好吃，想想还觉得挺开心，一口接一口，开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而某些宝宝们，他们吃起东西的时候，那也可以说是